纵横交错，世事如棋。君子之风，浩然长存。非攻莫门，兼爱平生。墨家本色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应时动，和大胜。 者何处于世？金针百草，翻覆死生。一阴一阳之谓道。阴阳者，有名无形。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应时动，和大胜。 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应时动，和大胜。
抓紧，不要慌。这是在哪儿？我是冬天的燕国，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。点击对应任务即可自。点击按钮进行互动。没事就好，走吧，我们快去找葛先生。大叔也武学功能已开启，提升武学，点击武学按钮进入武学，选择武学，点击提升武学。见的点击瘦身按把你们碾成粉把你们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烤山鸡？你居然？没错。侠士，既然问到这，我。我们楚国最有名的相剑师风胡子，凭借各种宝剑。收集部件可激活点击已获取的。此人是流沙四天王之一，叫做无双。谢少侠出手相助，客气。姑娘，请问这是哪里？
少侠看来气色已经多亏了哦。少侠看来气多亏了灵儿姑娘哦。获得一套新时装，请侠士更衣，点击外观按钮，点击时装按钮，选择时装，点击解锁按钮，点击穿上时装。此地看上去是个普通村庄，却暗含兵法布局，不简单。楚虽三户，灵儿姑娘年纪轻轻，灵儿姑娘年纪巫女，巫女此事一祝融的子，灵儿姑娘你巫子连天命，命鬼已然展开，点击命鬼，点击开启第一星，满足晋级条件，每次提升，点击晋升星位按钮，成功晋升可以领取点亮完整星宫。他们这又唱也行。少羽，到底出什么事？是岂有村口？放心，这些粉末的味道和方才灵儿身上的相似。跟下去，粉末到这里就没有了。美味晚餐，我会慢慢享受这难得的时刻。
北岭有雁，雨若雪歇，朔风哀哀，比翼难飞。灵儿，她怎么受伤了？大叔，你怎么了？啊，大叔，你醒醒，醒醒啊！各位是从楚南村来的吗？正是。荣姐姐先。原来我姓几年没有月儿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荣姑娘可。发生何事了？说什么三不？你是来正是此人的手以及手臂上的想在衣装耍无赖吗？我倒是不介意给你一点教训。
也罢。战，你说他是？侠士。